欢叫，欢叫，嬉笑，啊这，啊，来这欢叫，啊这，啊来这个温意，啊这，这句话。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在解释个点呢？啊，思想发展，啊，观念发展，伊个讲叫做如，但是每件发展，伊讲叫做是，哦，伊讲叫做是，啊，因为什么叫做思想发展？思想发展就是咱咧讲个，就是伊哩，这个思想发展就是叫做啊，温格这上。这个上叫温格米，温格，温格米，这个温意发展，就是讲叫做思觉地，思觉地，这两个，这个讲温格米，啊，这个讲思觉地，思就是讲开始。换一个解释讲，因为本格里以本来的朴素，以本来的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，以本来就是有这个能量。但是以四格地，就是对本格里所造出来四格地，这个叫做哪？叫做地位，这个叫做地位。但是天龙和加海叫做主，叫做主。刚刚讲起来，一头。因为日头，这个叫做温格力，力叫做力体，叫做单体，力体嘛。啊，四角地叫做单用嘛，哦。这个日头，伊就是叫做哪，叫做温格力。但是这个四角地是公根，对日头所演变出来叫做根，安尼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日头甲日头根是同一个物件，显变两个物件。但是后壁呢，伊个功用就是咧讲叫做文艺发展，是，因为伊这是绝对，伊这是不二，伊这是绝对，伊这是不二，所以伫咱遮咱华有写在当中诶，这个三发展，这个如就是讲妙言无数诶道理，妙言是对对出来呢，你迄个妙言出现是对观照发展出来，啊观照啊实相发展。观照发者是智慧的妙理，实相发者是观照理体的理。啊，所以理与不二，称作理与如如。这两个叫做理，个定叫做不二，不二，不二就是一，因为迄个体在用中。用中在体中，这两个不离的物件啦，这两个无离开的物件啦。我现在做出简单的比喻，哦，我这个主相叫做体，哦，但是我进，哦，这个讲出来思想，我讲的思想，因为如如本来的不生不动，但是我的思想叫做用，叫用嘛。因为有思想就是有用嘛，啊！但你思想是离这个、离这个灵、这个灵，甲这个思想，甲这个思想，因两个合出来叫做哪？叫做功用，叫做功用。离思想甲灵，这个思想叫做解释叫做哪？叫做四觉地。这个思想解释叫做四觉地。但是这个灵叫做本格力，就是咧讲这个自性的本体。但是这个自性的本体，甲这个观照的物件合作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理地，理地一组，理地一组，就是讲因两个就是讲这个物件，讲这个，安尼对啦吼。对因两个出来了后，所做出来这个文艺叫做记载，而圣人的文艺，伊毋是杂志，
因此咱伫班顶咧读册，一些文字，伊这是心灵共同的智慧，哦，这叫做啦，这叫做诗，叫做作品。比如讲，咱伫文学，咱知影从过去佛陀讲的时阵到今，无人会当来改变一个文字，哦，叫做作品，到什么人来改变？无人来改变，你要来改变，那嘛会接受啦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哩，这个。啊，这个叫理理不及，就是讲，因两个就是讲啦，就是讲咱的主性本体。啊，这个主性本体，它讲起来叫做如，是，就是因为你这两个思想不济、观念不济造出来是绝对的物件，叫做是，安尼叫做如是我们，一时不在下无动，安尼解释。啊，这句理理若讲无落去，后壁你讲袂落去啊啦吼。咱后壁讲啥就无意思啊，所以这点当中，咱互我特别甲你说明一下吼。迄、那个时尚法则吼，甲观照理体的理，观照迄、那个观照的地位，迄、那个时尚就是主线，就是讲迄个理观照甲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哪呢？观照甲迄个本甲理，迄同一个物件，但是伊变成用出来物件，对我直接讲个，因为咱个自性内底当中本自性，但是你生出着你家己个思想，你个思想做出来行为叫做功用，安尼就对了吼。即句话是应该甲安尼解释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即、這个叫做不义之位啊。不义就是讲无改变，色不异空，啊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啊空即是色，吼安尼对啦，迄叫做不义。不义就是讲一它不是，它不是二，吼、哦，并不是二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这当中呢，叫做生活一如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无不该是啦，如是的解说，吼、哦，刚刚天理呢，讲到就这样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妙行无主分的第四分，伊就讲咱啊，说白咧，菩萨按应如所告诸论，哦，即句话就走出来只，即就是《金刚经》的第四分，离最后边，说白咧讲，说白咧，菩萨应，你这个菩萨一定未使离开这个如，这个如就是讲本甲理甲世甲地。刚才讲嘅讲思想法则甲观照法则就是讲是，安尼听好啦吼。啊，这就是啦，这就是一个东西。咱佛学人伫用迄个四分当中啊，有这段做咱看，安尼嘛较了解吼。这个四觉地方叫做智慧，是由本觉理开发出来。啊，你若无这个本觉理嘅自性，才当生这个四觉地。吼，啊，你若无这个自性，你免当生这智慧。哦，安尼对了，开发出来对了吼、哦。所以我们观照地位是对对出来呢，即是我们本来的实相的立体。安尼对了，实相的立体，立体上开发出来。哦，所以如观顶慧能大公佛讲，菩提自性本具清净，但用初心要成佛。这段话就是人家在讲这个这个叫啊，咱以前哈啊，这个叫啊，做比喻啦哈，先讲我的初心不如清净，啊，但初心比较成佛了哈。啊，咱好就像讲的，如同电哈一点电啊哈，跟不是这个叫电。虽然这是一，你若甲掠正理，颠甲颠，啊颠甲颠，会倒袂倒啦吼。就是因为颠甲颠结合做伙，但得啊，讲这是叫做共用啦吼。啊颠叫做哪？迄、那个颠叫做本甲理，本甲理，啊迄、那个，这个做呢，哦，这个做，这个叫讲的那个四甲底，叫做但是伊。照出来了后，会当照下了足济所在咧，甲叫做功用，安尼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就是如观照，比如观照，伊伫
哦，为四角的噶吼。但是电电金电就是本格理，电金唔是不二的啦吼。哦，不二大称为叫做主，不二才称为叫做主。所以你们，你这两个啊，你的那两个啊，这两个是对两个什么分享？有咧探讨吼，啊，这个哦，这个不一色不一空，啊，空不一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电，它本来就是空性的物件。你电的物件，你用目睭看看袂见，但是你若讲摸，你感觉哎，一电啊，那袂见，那叫做感觉。但是电，伊不能附着，你今日你那电电，那伊个呐会感觉。你电，那个是对，那个是电脑，啊电脑的作用。电那个是电器，啊电器的功用。感谢呢，就电有电加是对，咱的属性，加是只物内底，迄只物的变化嘛吼。啊，咱的属性加是电脑设计，咱的属性变加了嘛吼。咱的属性呢是对，那个是人，啊咱就变人嘛，感谢。哦，这个道理是安尼解释，但是迄个主色，就参与迄个电，你电那个下面电影，加下面影片，加下面电脑，虽然讲这个功夫拢无相像，但是无电，拢总袂行，拢总袂行。啊，所以这个如，伊就是讲咱人的本体，咱有一个本体的主色来伫内底，但是咱的，咱透过这个本体的功能走出去，咱走出去。我就想讲，你若走来分，讲了来走分一百拍，讲了来走分一百拍，叫做圆满无法啦。啊，圆满走了，破三了，叫做九十拍，哦，叫做九十拍。啊，电来走，你着光明来走来，迄个你只好叫做八十拍，后来来叫做四十拍。啊，若走到天神了，叫做六十拍，哦，天神叫做六十拍。哦，啊，若走了来叫做五十拍。啊，照阿修罗叫做四十趴，哦，啊，叫迄个路边的叫做三十趴，玉石道二十趴，地狱道十趴，这叫做这个不能辅助的是一百无限，所以那叫做无量的话无量的少。但是咱的祖先的功名，你不能辅助你有祖先功名，唔有咱今日个能量，咱的功名怎么做到？要走到十趴来，走二十趴来，走三十趴来。但是我就是说，人嘛。